个知识也是非常重要的。他只想要你陪他。你会跟林姐复合吗？我们是好姐妹，客气什么？你是不会喜欢上自信的，对不对？我已经很尽力的想要实现我对姐的承诺，但是我对她一点感情都没有。你害我的口福，你跟我去警察局说清楚。放手啊！不放手，放手啊！你为什么打人？